I must pass with honor. So immediately use power of transformation. Mama was not only in remembrance, but she was constantly churning and reflecting on knowledge. Baba says, you all should give the food of knowledge to the soul. And let mind churn it, chew it, churn as much as you can, so knowledge changes into energy, changes into powers, and also become divine sanskars in me. Look at the example of Mama. She became perfect in short time. But also the role she played of sustaining herself, sustaining family, Brahmin family, sustaining yajna. She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as the foundation for yajna. Because she knew the value of knowledge. She knew it is the truth. So with the power of faith, she changed every drop of knowledge to the power. One of the memorial of Mama is 8 arms. Those 8 arms, symbolic for 8 powers. It's like you start doing something with right hand, and if there is difficulty, the left hand lifts itself automatically. Same is with the powers. Whichever power is needed, it emerges at the right time. And we become victorious. Every moment in the life, I have chance to pass with honor, or I let myself fail and feel weak in that situation. Almighty Baba is with me.
am taking power from Baba Shiv Shakti. I listen to Baba's knowledge. And practice to create the awareness. It will become power. Sit with Baba. And as Baba said, immerse your five forms, and that is like being Swadarshan Chakradhari. So self darshan is knowledge in chakra cycle. Started from original self, eternal self, then original self, worship for the Brahman and deity. At present, Brahman, so angel, angel, so deity. As much I spin, practice emerging five forms. Soul can experience the stage, the power of these forms. Let us all take power from Baba through his drishti. Dada. Brahmin, 世界的创造者。 很高兴看到他的 Brahmin 家庭在各个地方。Brahman Parivarko Dekh Harshitori Choga Alokic Brahmin 银杏 Brahmin 的世界是小可爱和独一无二的 Brahman Sansa Sadi 它是整个戏剧中最崇高的世界 因为 Brahmin 世界的目的地和方法 是独一无二和特殊的。Hard, but if we think
Brahmin 的灵魂在 Brahmin 世界和这个世界都是特殊的。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是特殊灵魂的世界。每个 Brahmin 灵魂的崇高态度、崇高的 drishti 和崇高的行为，都使世界上每个灵魂成为崇高的灵魂。每个灵魂都有这个特殊的责任。坚定思想的承诺，以你完美的形象成为揭示神的一个工具，结束消融并继续检查。对于一项任务，你首先做出承诺，然后制定计划，然后付诸实践，然后你在付诸实践后进行检查，看看是否发生了某事。检查过后，你就让过去的成为过去，并对未来保持谨慎。承诺结束并消融掉那些正在破坏你努力的事情，然后不断检查那个Om Shanti。Om Shanti， 欢迎来到 Abhiti Arriva。 今天是第五天，坚定思想的承诺，以你完美的形象成为揭示神的一个工具。今天的主题是结束消融并继续检查。现在让我们听 Mohini Didi 讲课。Om Shanti, everyone. Om Shanti, 大家，大家都好吗？大家都好，非常好。满足？你们满足于你们的家庭作业吗？啊，大家都很忙，对吗？每个人看起来都是很忙。爸爸知道说，我们将会很忙，而且会更忙。但是爸爸还是会给我们这个
Aviat 的这个信号说，我们必须做家庭作业，这样必须做功课。爸爸一直说，当你在忙于服务时，心思呢也变得强大。所以 Maya 也是 ，Maya 也变得，你变得强大 ，Maya 也不能。是有时候你尝试，对，你会发觉到说，这些不会，东西不能运作。不能够飞翔，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家庭就肯定会帮助到我们。就好像最近他们说，无论什么时候你感到一些喉咙痛啊，或者是你就开始做一些事情，然后做一些就是你要去治疗自己，做出一些东西来感冒这些啊。所以我们把这些呢跟灵魂呢同样的去做比较，对我们的心思做比较。这如果你知道你记着所有这些，就好像昨天下雨了，下大雨了，我就想哦，他这个可能会有大或小的事情啊，这个状况，这个震波，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容忍。爸爸已经说过，我们必须要有力量，我们需要所有的这个力量，这些力量。所以今天这个力量就是一切都把它结束掉，然后就融合它。所以你不要，我们不再用这个服务的这个会议，但是以前只是家庭和这个 Yagya 这个会议，然后开始服务就开始了。爸爸就说，其实你要送把那里送出去，你要给这个信息那里去了。然后真的是他们就是付出了，Daddy 就这样付出。是，我们甚至在我们的这个思想上也是有这个付出。他们没有钱，没有这个，他们也不知道有什么人，所以他们就决定说去那里这个恒河。与这个亚玛纳在德里的这个河，然后他们会坐在那个河边，很多人在那个河流那个河那里，河边他们会来，人们来，他们会分享知识，但是他们没有地方住。这就有一点就是一个很小的这个中心一个有房间，然后他们会去那边就是会去那边睡觉。然后我在分享中，他有一个人就看到他们，他们都是独自的，有时候晚上有些东西会发生了。所以他们就是给他们一些好的，不，没有，就是他们也不，没有意识到。人们知道，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地方去，没有食物好吃，他们会给一些花朵。然后Daddy Janki就告诉一个姐妹，她说，他就放一些盐，做一些热的这个小印度小饼，他们就吃了那个印度，只吃那个印度小饼。就是为什么爸爸说你会拿到那些用豆来做的，但是他们甚至都没有那种豆类。所以你想想，我们多少的人会那样做。所以就是那样呢，从那呢，这个服务就开始了。这就是我们现在今天成为那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大地们呢有那么多的尊重，
如果他们没有牺牲他们自己，付出他们自己，我们没有今天。我们真的对他们感到感恩于他们，因为他们做了，我们才有今天。所以无论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也继续去做服务。虽然服务，当然服务会增长。我知道，就是在1951年他们来，我就知道，从 Mount Abu， 爸爸说你必须出去给每个人这个信息。他们也没有去想要开什么中心等等的。我可能没有分享过，我有一个这个很老的，我母亲的很老的这个亲人阿姨了，所以这些，所以这是就是付出，当他们来到德里之后，就好像他们知道说我们的家庭就在那里。所以他来到我的这个祖父的我的祖母不在，我祖父在。我那时候我很小，这是我看到他们。我很喜欢的就是他们没有什么，但是他们非常高贵，那种像有那种皇家般的风范。甚至呢，他们的这个衣服啊，一切都是很干净的。当然我们知道更多，所以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够帮助，尽量帮助到。所以这个服务呢，就是慢慢的逐渐的增长。当然在马杜班，爸爸也是在那儿。然后我们某些人知道说，所以爸爸说应该要有这个服务的。就是他们说要有服务的这个会议，爸爸说你在服务的这个会议中能够做什么？我们就跟爸爸说我们有这个服务的计划，然后爸爸就说好。就是从一开始我们有12个人，然后就是然后有一次呢有50个人，所以其他的那些人很多其他的州属的中心也开了，然后很多人都被邀请来，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是非常好的意见。但是最后这我们要做什么，所以在会议的结束前，爸爸会来去看这个计划。当然每一个人分享他们的计划，然后呢爸爸喜欢这样的想法，爸爸喜欢这样的服务，爸爸喜欢这个，所以就好像好。但现在每个人，爸爸就是从那呢，这个点就是关于这个给予这个就是像孩子一样的去给意见，然后成为就是在责任方面要成为主人，不说哦我这个东西我给了这个意见哦他们没有接受我的。接受我的意见，这样等。所以然后我也记得说，我是在一个某爸爸说有一个展览，爸爸要成为工具，然后爸爸要那个报告。然后在这里，在我们的国家或者是任何地方，就是你要有详细的去讲解什么要变得更好啊，什么是还是应该做这样做，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也是会指出来谁做了更好，谁做了这样那等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爸爸现在说，但是我们要就是要想过去就让它过去，但是有些人还是卡在那，这就是为什么爸爸说就是要把它收拾，然后过去就让它过去。所以下个周期我们还是要开始的，不能够删除掉的。所以但是
this one was like that. 我们会想，哦，昨天啊，以前呢，那个人是这样，现在可能现在我们不要给他这个任务。以前这个人是这样，很多的原因，哎，我们就不管他了。所以很多人就是坚持着那样，这个是在服务要非常。就是要变得很干净，那就会有成功的在这个气氛中。但是我们也是会有计划，我们就是在实际中去做它，然后我们就去检查什么发生了，什么没有发生。但是就是当检查过后呢，就把过去就让它过去，对吗？所以这是这是很难，但是不是说我当我在说我们不要，这是在我们的这个意识中它会出现错出现。有些人说我能做什么，有些人的有这个习惯是我会做我不会做或等等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工具，它会就会最后一分钟呢，就会他会一直呢是在最后一分钟就不做哦，我不能做，我不能做，每一次是最后一分钟才通知。所以我们也不要任何人感到说他们没有他们被忽略，或者是他们没有得到机会，不要让人感到不。就是我每次都会就是准备好一个工具，如果任何时间那个灵魂不能做，我就会给这个。所以不要有很多的这个浪费的想法。 Brahma Baba 在 Brahma Baba 的那个时候， Nidhiman Mohini 就是一个，他是一个重要的人。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是会点燃那些木材，燃烧那些木材，从森林里拿来那些木材，然后点火，然后有时候我们要煮，只有一个这个就是煤气炉，但是有时突然间有一些事情的发生，所以不能用，所以他们就应该把那个炉去把它做好，然后So then Baba said, "Do you realize how many people are?" 所以不，你的那个灵魂就忘记，有时候那个爸爸就问，你知道吗？你这样做有多少个灵魂被影响？ Everyone will say, "But this should have been fixed." It should have.所以每个人都说很多很多的想法，这应该这样，应该那，所以这是很浪费的，浪费其他人的想法。有时候说我们要去想，然后其他人要去想更多。所以那个姐妹感到一些不开心，因为爸爸在解释的那种方式，她当然爸爸说，就是爸爸立即就说，立刻说这个错误。但是在记忆中会有这个错误吗？这是错。爸爸使你意识到说，也使你忘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就是不要去拿就是过去的那些所发生的事情不要有痕迹。这就是为什么爸爸说他已经发生了，爸爸说然后应该有意识，但是不要感到Baba never want anyone. 但是不要感到就很像心虚那样，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家庭作业呢，就是要去借势父亲，我如何借势父爸爸，过去就让他过去。其实就是除非你那样做，否则你不能向前迈进，不要让以前的东西，过去的东西一直进入到你的心思。是非常有趣的，是说爸爸说，如果你一直在想那样，那么就会有损失，带来损失。你要有这个收拾的力量，无论发生了就是过去的了。然后收拾之后你应该做什么？你就会带着他，爸爸说你把它融合，我是否把它完全的这个消融掉了呢？就是消融掉它。就是最近爸爸在说啊，烧掉你的 sanskar， 把这个骨灰这些灰烬把它放在这个海洋里啊，河流里。这是非常精微的这种努力，其实就是在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就是一直坚持的这个持着的这种，就是拿着不放的那种习惯。所以从第一次我从印度去到德国，哦，你没有好，你不能有好的这个茶，你没有好的这种腰豆等等，所以当我回的时候呢，就有很重的东西，他们一直在给，所以当我在想，无论什么在那，你能够吃就是，但是你不要觉得你实际经常吃的东西你没有得到，在那里没有拿到。同样的，我们在这个就是拿着这些东西，关于坚持着这些状况的人类，或者甚至你自己的这种情感，这是对我们大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堂课去学习。所以明天我们会保持那样的这个练习，我们会去思考、计划、行，然后去行动。然后去检查为什么不能够运作，然后检查，然后在未来呢，我们会去练习它，就是会去注意它，成为双重光和精神。如果我要成为一个好的这个 Brahmin 和好的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这个家庭作业。其实你一整天呢，在几次的去记着它，或者是你忙于很忙，但是我必须要去收拾它，而且也要再次的消融它，然后收拾。有非常努力非常美丽。有一个人问妈妈，我要消融什么？妈妈就经常说，这是戏剧，它已经发生了。但是有时候我要记着它，就说我就不会再重复做那样的错误。所以就是真的我们要有这个坚持的思想。我很喜今天早上的这个梦里，就是关于这个专注，就是我们每一天都在就是复习的。就是说你如果要就是摆脱这些障碍，economy 就是要节俭。爸爸真的感到很高兴在那方面，这是祝福。所以首先我们要用我们的思想去做它。所以有一些东西肯定呢，就是你必须要去思考，很详细的在思考。就好像爸爸说，但是每一个爸爸的孩子都应该记着说，
你的态度，你的态度会改变世界的态度，就好像就作为 Brahmin，你的责任就是说我的态度，这个兄弟的这个 Drishti，然后我们的行为就是要使他人很容易跟随的这种榜样，我们的这个行为。成为榜样，让他人很容易的跟随，特别就是说，当你有这个纪律，一些的纪律，然后你的思考是取决于这些纪律，你的这个辨别的力量。我知道有些国家，有时候他们在问我一些事情，他们会说，你看，迪迪摩希尼会讲这些，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是 Srimad，还有这个政府的这些规律等等法律，我们也不要打破任何的这种法律，所以我们也是要精确的跟随 Srimad，即使有时候你不能够跟随，至少无论。你所给的这个建议都是取决于这个 Sriman，不是你自己的意见，就是不是我想的，这是不，我们应该说这是爸爸说的，爸爸的建议。所以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爸爸的孩子。爸爸说，他是我们的这一个，他是我们的创造者，就是我们 Brahmin 家庭的这个创造者，我们是创造物，所以。当我一秒钟在听，我就会，我的这个态度呢，能够改变世界的态度。是你，如果你真的是那样的去想、去思考，我认为这是真的，非常有力量，作为一个工具。然后，那个改变呢，就会到来，就是无限的改变将会到来。所以明天的练习就是要有计划，然后实际的，然后改检查，还有这个收拾的力量，然后消融掉它。Ocean。To finish, to merge, and to keep checking. 结束，消融，并继续检查。对于一项任务，你首先要做出承诺，然后制定计划，然后付诸实践，然后在付诸实践后进行检查，看看是否发生了某事。检查过后，你就让过去的成为过去，并对未来保持谨慎。承诺结束并消融掉那些正在破坏你努力的事情，然后不断检查那个 Om Shanti。Om Shanti。Om Shanti。欢迎来到阿维蒂旅程。Inspiring us to change from Brahmin to angel. 此时，我们复习这个1969年，从1969年开始的阿贝莫利，激励我们从 Brahmin 改变为天使，至尊的话语和每个 Drishti 中都有很多的益处，但只有很少特殊的 Maharadi 孩子能。认识到这个实体的部分，现在你们也必须做出快速的努力来稳定自己在 Karmati 的，就是了结因果账目的境界中。就像你们曾经把所有的时间都与 Bab Dada 在一起，以同样的方式使他在每一个时刻的每一个行动中都和你们在一起。孩子们记着这些教导，
永远不要忘记他们，继续在你们的关系中取得成功，在爱中成为思念的化身，通过交托自己和给予合作，来拥有轻松随和的个性，成功在你们所有孩子的贤儿中闪耀着光芒。现在已经太久了，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在当坐在精细区中，每个孩子的每日行时间表和检查表都是在我的面前，他们现在比实体的形态更清晰，清晰可见。因此，爸爸继续看着每个人的结果。你们在阿维亚形态中越稳定，感官执行的行为就越会按照师妈给出的建议。孩子们会有这样的体验。现在在你们的阿维亚境界的基础上，按照师妈来从事你一直在做的行为，在执行的行为。对爸爸所爱的东西有同样的爱，意味着使你们自己成为有100倍的这个幸运福气，在他的每一个涌脉中。爸爸对什么有爱呢？不是五大，不是五大元素。对美德总是有爱，不是他有爱，而是他还有爱，直到未来的新世界被创造出来，这种爱将保持不变。爱给予对于灵魂们的爱，对于灵魂和任务的爱，这个身体会是你们的伴侣直到最后吗？这就是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爱，成为极其可爱的。无论对什么样的玛雅，面对什么样的玛雅，你们都必须成为玛雅的征服者，就像你戴上徽章一样。现在把胜利的徽章放在你的额头上。虽然马杜班的地图应该像博物馆一样在整个世界面前，它是一个不朽的珍宝财富的宝库，它必须更多的被揭示。继续在这里写信，就像你们所有人一直在做的那样，像以前一样的继续不断吸收这个教导。身体的问题是另外一回事，但服务是一样的，所以不管是什么，一定要写信给马杜班，保持恒定的联系。你为你们的境界给出一个证明，看到你们，其他人也会这样做的。你们孩子们知道，无论戏剧中的角色是什么，都有一种不为人非常隐秘的这个意义。无论有什么进一步的意义，都会按照时间告诉你们。现在你们的纪念在天空中，世界上的人们将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地球上的星星跟随着水的虚满。爸爸说过，不要在那里坐太久。阿扎 Om Shanti。
Shanti Bhakti Parivar. Thank you. Om Shanti Bhakti Parivar. Tomorrow is Monday. 是明天是星期一。 我们还是照常的，这个活动还是一样的。 4:45 a.m. evening sessions from 6 p.m. meditation, followed by Hindi series, meditation, English series, and a Vakti journey. So now we will remember Baba, we'll do a Vakti signal meditation, and then we'll take Drishti from Didi. Om Shanti. Promise of determined thought. 坚定思想的承诺 以你完美的形象成为揭示神的一个工具 To finish. 结束消融并继续检查 For a task, you first make a promise. 对于一项任务, 你首先做出承诺, 然后制定计划。 Then it is put into practice. 然后付诸实践。 Then, after 然后, 在付诸实践后, the checking takes place, 进行检查, 看看是否发生了某事。 After checking, 检查过后, 你就让过去的成为过去。 并对未来保持谨慎。 Promise to finish and merge. 承诺结束并消融掉那些正在破坏你努力的事情，然后不断检查那个。 दृढ़ संकल्प की प्रतिज्ञा अपने संपूर्ण रूप से परमात्म प्रत्यक्षता के निमित्त बनना समेटना समाना और चेक करना कोई भी कार्य के लिए पहले प्रतिज्ञा होती है, फिर प्लान होता है, फिर होता है प्रैक्टिकल और प्रैक्टिकल के बाद फिर होती है चेकिंग कि यह हुआ, यह नहीं हुआ। चेकिंग के बाद जो बीती सो बीती आगे उन्नति का साधन रखते हैं तो पुरुषार्थ में जो भी नुकसानकारक बातें हैं उन्हें समेटने और समाने की प्रतिज्ञा करो फिर उसको चेक भी करो